将来你就是大辽之主了，怕吗？不怕。有两件事你要刻骨铭心的记住。第一，将来若是想成为一代圣君，要记住一句话，大学之道，在兵明德，在亲民，在至愚至善。第二，韩德让是你父皇和母后此生最信任的人，你尊重他要像尊重父皇一样，从今往后对他以诚相待，绝不可以辜负半分，记住了吗？是，孩儿记住了。父皇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代圣君。去吧。是。你不让我哭就不哭了。我认识的燕燕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？重重阻难，
我想将夜夜和孩子托付于你。你放心，日后我定会保护皇后还有少主。燕燕，此生我欠你的太多了，等我走了之后，我希望你能一切从